啊，好大！再搭配这个心机蓬莱。狗没奶有耶，狗没奶有耶，哎，狗没奶有耶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香，哎呀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今天我们要来抽这个12月2号出的这个新卡池角色，哎，永专月月。在未来的战略战的话，蛮多人会注意到就是双月月组合，简称捧捧组合哈。两只月月在一只高伤害加一只高破防的情况下的话，两只搭配在一起，可以在这个战略战打出这个爆炸输出的角色。如果各位想当个白学家，哎，想让人家体验被 NTR 的感受，又想要对不起优一的，哎，那泳装月月肯定是要带回家。看看这张图，够没呢？优一，够没呢？优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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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来，哎，下一位，大干姐，各位，我前几天帮大干姐冲碧蓝，不小心让大干姐花了有点多的魔方啊。其实我平常抽大干姐都蛮 OK 的，只有上次的碧蓝出了点问题。当然各位不用紧张，碧蓝出问题，我们公猪连姐不要出问题。安罗呢？哎，我觉得我带赛啊，这我带赛，我等这首歌结束。NTR 各位把你们手机给我 NTR 有一把就这十年了，漂亮。接受我，接受我，哈喽你好吗，衷心感谢，珍重再见，期待再相逢，哈喽你好吗，衷心感谢。不要再相逢啦，不要再再见了。哦，这首可以可以可以，各位，200有点多，抱歉大干姐，真的抽的 不小心太多了，但这就是最后了，棒！各位，给我更多的 NTR， 用专月月。大干姐是不是今后再也不会再找我抽了？没事，大干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太多了，有六个洞了。哎，大干姐，你不用紧张。来，大干姐，你放心交给我，这石头下去一定稳，一定稳。来，哦，不要说那个字，我决定用我套路，我才不要月月嘞，不要搞月月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干，没事，大干姐，我有帮你准备一张图，就是如果月月死都不出来，你再不出来试试看，月月你再不出来，你再不出来啊，看我这空洞的眼神。优一瞪你，我劝你快来哦，月月，你再不来试试看呢？完了，那感觉是大干姐的眼神了。大丸波浪符猫猫的宝石不见了，波浪符没有看到他们吗？那个大干姐，嗯，这个游戏本来就会莫名其妙的吞噬你的宝石，那是很正常的，那是游戏里面的 bug。大干姐，你刚好不小心遇到了这个 bug。大干姐，我一定替你跟讨回公道。这时候下去绝对有优异，哎，不是优异，还敢叫错名字啊？大干姐，要不要把你领出来吗？各位，你们点开你们的 Turbo 一起右上角订阅这里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赠送180个订阅的？那是大干姐啊，很多的免费仔都被大干姐送的。大干姐，你要拿猫猫消业障要？我没有啊，大干姐，我没有要消你业障的意思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哎，好了，大干姐出了点意外。好了，大干姐，月月你自己领出来吧，享受把月月领出来的快感，享受领出来的快感。怎么会是大干姐保底？有一有一有一有！这画面好像几天前有看过呢。波浪图是谁在说对不起黑猫的0110顶楼？真的有点无聊，谁要上来陪我玩？请放满100分钟。伤害大干姐的人在哪里？就是你。各位，放完这首歌，我们要先让前面几位插歌了。哎，大干姐这里要放满100分钟。哎，100秒，我们要放33次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设定这个智慧播放。如此吓我双眼，这是我开始玩游戏的第十天。你将是因为献祭了吧？大干姐，谁被献祭了？谁这么无辜被献祭了？大王真可恶！猫在屋顶
好无聊，有人能上来一起玩吗？波浪和雪山。张姐，你这太残忍了啦！张姐，不要开二档呐、啊！没人在开二档的、哦。咋，这也要放到七点啊？走黑脸黑，我是非洲酋长。大玩大玩，波浪鼓的克莱罗，波浪鼓0110赛里大玩一个人物，波浪鼓。不是大干姐，不是啊，大干姐，你是乳夫吗？你为什么要开三档？我的筷子人称的平湖几乎是刷我双眼，是我是我开始玩游戏的第十天。哎，大干姐不要再多了，等等就没有抽卡画面了啦，等等这个画面就要比抽卡画面还多了。哎，我发现这首歌好强哦， Oh my god， 谢谢大干姐，谢谢大干姐的恩惠。各位啊，还不跟大干姐说个谢谢。不是啊，大干姐，没事穿的啦。我头好痛哦。Hello 呢？哇，哎、欸，好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踩就是不停的、欸，哇操，太强了吧！白痴哦，太厚了吧！不是啊！大干姐，我快扛不住了！不要一次加两个啊！啊，有一个跑掉了！哦，等一下，腰条硬了，腰条硬了！大干姐，我快扛不住啦！好，哎，不是。不是大哥姐，不是应该在我抽卡前结束吗？大哥姐，我操，太强了！我跟各位讲啊，没有大哥姐就没有后面这些运气了。谢谢大哥姐，谢谢大哥姐，谢谢大哥姐。有一有一有一有。这卡哥把大补丁不想放了，波浪图可以改成新的时候开20个纸窗吧。波浪图想想到后面肉哥的人。大哥姐。大干姐，大干姐，哇哦！操你妈个头啊！你还没完吗？大干姐，你的谷歌小姐偏偏有点重啊！不是啊，大干姐，所以轮到我真的要拉二十个吗？这么残忍的吗？哎，好了，大干姐，你的三十连我来接收，我先带老婆抵达澳洲。好了，我这里身为一个优秀的老公，你阿云，你直接早点抽到了，然后我扛了，好不好？阿云，你早点，云。云，云，你好棒，云！哎，早跟你们说了，就是来帮老婆轻松抽到你。哇，还补刀侠，对不起，友谊。来，大干姐，我准备好了。其实我讲真的啦，我这里是发自内心想帮，我想帮干姐扛一下。干姐，这里我希望我多抽一点啦，我来个200抽毕业，然后帮你扛下次的业障，好不好，大干姐？哎呀！出了点意外，出了点意外。大干姐，嘻哈哈。好干，我是非洲酋长。有意有意，就是虽然不小心，我就有一点点这么的哦。然后大干姐，你就是比较辛苦一点，但你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下次再找大碗代抽，好不好？赞。